陳子午是一個傳奇人物，其實是一個大細路，又喜歡追求新鮮感，跟他一起我沒有安全感。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。原来咧，嗰个樽真系有意思嘅噃。呢个游戏之所以好玩啊，完全因为个过程。答案一揭咗咧，就当堂冇晒 feel 噶啦。你台湾个龙友嚟咗揾你啊！我已经有计仔，不过要你帮手。一、二、三，林，你唔使旨意收购我哋公司，睇下点？我哋喺外国揾个打仔翻嚟，系要靓仔过佢，身材要细粒过佢。打要打赢佢，咁就一定激死佢啦。Mr. Chen， 成龙作品《玻璃樽》，农历新年盛大公映。